家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的森林之王，大家非常喜爱的谁？大声点好不好？谁？热烈的掌声欢迎芝芝，尖叫声耶！哇，这个尖叫声应该是包游览车来的，哈哈哈哈，谢谢我的美女们。好了，当然一样，我们的芝芝啊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创作女歌手。那也很期待啊，希望在未来赶快来推出她的 EP 或是她的专辑。啊，接下来这个时间，我也希望我们的好朋友们赶快来把握时间来到我们的现场，啊，来入座，来一起来聆听我们芝芝。那芝芝也是因为这个歌唱选秀受到大家的肯定，然后受到很多的粉丝的喜爱。那这个时间就交给我们的芝芝，我们再一次的拍手加尖叫，芝芝耶！ Yeah, 大家晚安，哎，还是精神百倍吧？确定呢？那个眼睛怎么有迷茫的？哎，好。大家好，我叫做芝芝郭志颖，爱好是苏金加过沙堡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东阿美族的芝芝郭志颖，然后我的体内呢也染着卢凯族的血液。对，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，因为今天是那个嘛原住民族周的系列活动，所以哎带了我阿妈的我阿妈做的那个情人带来共襄盛举。今天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第一首歌呢它叫做卢凯的姑娘，有听过吗？因为其实桃园是阿美族跟泰雅族最多的嘛，有卢凯族的应该偏少数吧。哎，真的是没有呢。好，没关系，有吗有吗有吗？好，没有，那比较正常。哎，好，第一首歌卢凯的姑娘送给大家。喜欢看着你佩戴百合花在舞圈里跳舞，卢凯的姑娘，卢凯的姑娘啊。喜欢看着秋千摆蛋糕羞涩的模样，卢凯的姑娘，卢凯的姑娘啊。卢凯的姑娘，我就是喜欢你，穿着传统的服装，跳着传统的舞步。卢凯的姑娘，我就是喜欢你，穿着传统的服装，跳着传统的舞步。卢凯的姑娘，哦伊尼那鲁啊，伊那鲁啊那伊呀那哎呀哦。秋千的双方
就是喜欢你。喜欢看着秋千摆灯火，你羞涩的模样，路开的姑娘，路开的姑娘。喜欢看着秋千摆灯火，你羞涩的模样，路开的姑娘，路开的姑娘。给大家卢凯的姑娘。那我刚刚呢有说我是来自台东的阿美族，我的第二首歌即将带来我去年发行的阿美族语创作，但是我的族语还不太流利，所以那首歌我是靠我阿嬷跟我妈妈一起帮我写完的。哎，那首歌叫做《阿公的鱼》，其实就是在记录我们家最日常的阿美族的生活。因为我是阿美族，是来自靠海的孩子，那阿美族的文化跟鱼啊跟海有很大的相关。就是我阿公一大清早的时候会出去钓鱼，然后只要一有收获的时候，他就会，不是他就会，阿嬷就会call亲朋好友说马拉菲多，就是来家里吃晚餐了，大家一起来，一起来分享这个丰收。那今天呢，我这么难得来到桃园，哎，跟你们很有缘分，我觉得今天也可以送给大家这首歌《阿公的鱼》，然后一起把这首歌的副歌这个丰收让你们带回家。所以副歌我来教大家唱一遍，然后你们跟我唱一遍，很简单，我相信这个桃园的，哎，桃园的实力，我们来听听看。我唱一遍，你们跟着唱一遍哦，仔细听好。六七，啊，哦，啊耶呀，哦。这首歌叫做《阿公的鱼》，鱼的阿美族语叫做“佛定”。来念一遍，佛定。有，你们今天都丰收了。来，老师带来这首歌曲《阿公的鱼》。
这首歌叫做《阿公的鱼》。